我两道杠。你在找什么啊，老公？你不是身体不舒服吗？我们去一趟医院吧。不用了，我现在已经没事了。喂，妈，我跟双娇去一趟医院，很容易反胃恶心。二十一份，不会是有了吧？然后尽量不要动，疼，不紧张。你慢点。啊，正常呼吸就可以了。这里有没有卖那个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普通型、薄型、超薄型，还是加厚型的？不是，不是，那是您生病了。跟你说，早发现早预防，年纪到了后悔就晚了。这个药很有效的，喝了这个，你好，他也好。烟云棒啊，就是中奖了吗？搞得跟做生意一样。哎，你先吧，你先下来吧，你先。不用，我两道杠。两道杠是什么意思啊？两道杠是怀上了。怀上了，所以怀上了。是我当爸爸了。你看，我的宝贝的鼻子跟我长得多像，胖胖，长大一定会跟我一样强壮。我的宝宝看起来也很强壮。肯定比你长得要粗壮，怎么可能？我的预产期被你早了三天，我